我们现在都被柯文哲的案子吸引，可是更正关键是，乌克兰这一个礼拜里面成果丰硕，他居然已经拿下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甚至刚刚讲有一个俄罗斯的指挥官在接受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居然哭出来了，他说他碰到了乌克兰的军队，真的吓死了。他说那是一个不同世代的战争。的确，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这是发生在乌克兰今天上午的时候，正值上班尖峰、交通尖峰的时间，就看到了，竟然听见了防空警报声，还有炮弹爆炸的声响。结果又像开战之初一样，所有人躲进了基辅地铁站避难。事实上，乌克兰呢在26号这一天很不平静，凌晨的时候才遭到无人机袭击，没想到大白天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根据乌军说法，这一波攻击呢，俄罗斯是出动了11架的图-95战略轰炸机，另外还包含了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其中在西北部这一边呢，有公寓受到了攻击之后发生了这个爆炸的情况，造成总共有3人受伤。等于一天之内，俄军是对乌克兰的多处地点发动攻势，那么当然让乌军是相当的吃不消。不过说到无人机呢，乌克兰这一边也有新型的武器研发，当然就是要来力抗俄罗斯。这武器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它叫做圆面包。为什么会用这个名词呢？事实上这个字在同属斯拉夫语系的俄罗斯跟乌克兰，它发音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其实乌克兰都会透过这个单字的发音来辨别你是不是俄罗斯的间谍。好，这个圆面包无人机飞弹，它其实结合无人机还有飞弹的一个作战效益。那么当然泽伦斯基并没有公开相关的细节，但强调这样的武器将会直接打击到俄罗斯的军事基地。那么当然这也是乌克兰现在战事上的秘密武器。对，当这个乌克兰真的打进去俄罗斯的库斯克之后呢，现在来讲可以说是四个字，势如破竹啊，已经有76个聚落，然后呢整个空间已经达到了1000平方公里。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俄罗斯来讲的话，他去年打了一年的战果，人家一个礼拜就处理掉。处理掉之后呢，现在来讲的话，俄罗斯来讲的话，是不是要跟泽伦斯基来讨论？因为这个东西来说，恐怕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因为库斯克在这个地方旁边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但是旁边官方已经告诉大家赶快走吧。为什么要撤离？因为库斯克那时候被坦克车杀进去之后呢，来不及走了，很多的居民都怨声载道。但现在来讲的话，你旁边的州也叫你走，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这个仗打不下去了，我必须要再把空间拉大，不拉大的话，恐怕马上的话，这个战争的话就会干扰到其他的平民。所以说，已经不是在库斯克了。已经从整个库斯克蔓延出去了。对，蔓延出去。然后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库斯克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叫做苏甲。苏甲这个地方已经被乌克兰的军队给占领。乌克兰军队占领之后呢，你说这个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天然气场。对，在这个地方，天然气场，这个苏甲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再把风暴之影开了绿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我可不可以在俄罗斯的土地发射西方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如果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话，代表什么意思？风暴之影，你不要真诚哦，你一般的就是100英里，大概是160公里。那160公里的话，那你这个范围是不是到处都可以去打？你整个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都在射程范围内，都在射程范围内。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战争的一个阴影里面了，都在射程范围内，都在射程范围内。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现在来讲，俄罗斯到底还打不打得进去？最近出现了一件事情，因为库斯克已经被乌克兰打进去，乌克兰打进去之后呢，这个记者是他们官方媒体的记者去做了一个 stand， 告诉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俄罗斯军队呢已经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要从这边开始反攻库斯克。他竟然在军营的外面做了一个 stand， 然后呢马上海马斯就把他打烂了。这个画面讲完之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他后面的军营被炸了，后面的军营就被炸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俄罗斯真的是一团乱啊！如果你真的要反击的话，恐怕没有办法那么快有办法有这个活力。所以俄乌战争出现了微妙变化了。微妙变化，现在来讲的话，乌克兰来说的话，真的是势如破竹啊！现在看哪里打哪里，乌克兰来讲的话，其实慢慢挺进，慢慢挺进，普丁应该是踹了一蛋。所以本来以为我是游击战，我打带跑，只是袭扰破坏。就没有想到他现在已经稳住库斯科。对，现在来讲，在库斯科来讲，他已经所有的东西已经76个聚落，这是聚落下去之后呢，以此为中心继续的扩散，要打到更深入的俄罗斯这个领土。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明天要带50个企业家到哪里？到中亚五国。可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动作引发了俄罗斯非常大的一个反弹。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萨卡洛娃居然这么讲，他说：“你来根本是为了经济，你根本就是为了政治。为什么现在俄罗斯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因为现在
中亚五国离俄罗斯可以说是越来越远了。我们知道中亚五国过去是越俄罗斯的后花园，过去一直受到俄罗斯的保护，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现在俄罗斯的国力根本被人家看穿，看穿了以后现在跟中亚开始渐行渐远，渐行渐远之后美国的力量就进来了，日本的力量就进来了，现在日本跟美国都要搞一个航道，而这个航道让中亚五国在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不管是你的油管或是你的空中的飞行的路线都跟中国跟俄罗斯没有关系。而现在俄罗斯真的是摸名转倒会，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的国境竟然被人家侵入。现在乌克兰俄乌战争的战场已经不只有在乌克兰了，现在乌克兰一个千人的部队竟然打进了库斯科，打进了俄罗斯的境内，这个对普丁来讲当然是奇耻大辱。现在全世界也都在观察，现在这样的一个动作到底是为了未来的和谈做准备，还是一场更大的冲突即将展开呢？ So 我们看到 NHK 报道的是岸田文雄明天要带50个日本的企业家进到了中亚，而这个动作居然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强烈的抗议。你说这已经踩到俄罗斯利益的痛脚，因为现在本来中亚是受到俄罗斯保护的，中亚以前是俄罗斯的小老弟，现在已经被美国被日本入侵了。好，宝姐，实际上明天呢，岸田文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他准备要到中亚去访问。但在中亚访问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俄罗斯发言，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居然抨击他。那为什么抨击他？很简单，宝姐，那现在俄罗斯是多线火灾啊，多线。他目前为止来说，他的中亚五小国啊，搞不好被端掉啊。反正中亚五小国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所以他们独立之后，他们其实都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好。但是呢，因为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好的时候，这几年俄罗斯不是力量弱了吗？力量弱了，谁先进来？中国先拉拢这五个国家，是俄罗斯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就现在不是只有中国要来，现在连日本都要来，美国都要来。为什么他们就要削弱你中国跟俄罗斯在中亚五国目前的这个力量？对，那尤其是日本刚才讲到了。像俄罗斯刚刚讲，你从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以及土库曼，如果这个中亚五国被我控制的话，刚刚讲我要进到黑海，我要进到了里海这个地方，我完全可以掌控这里。刚刚讲的油源的这个入权，对，我应该掌控这边的航道。但你都没有想到，当日本进来了，美国进来了以后，它的油管、它的航道要远离中国跟俄罗斯。对，好，那为什么日本要进来？宝姐，就是日本呢，这一次呢，岸田文雄来了，他准备要到哈萨克去。哈萨克要办一个什么？中亚加日本，就是说中亚五个小国啦，这个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库曼啦，还有这个塔吉克，跟我们日本的合作计划。然后合作计划开完之后，我还去拜访乌兹别克，然后再到蒙古国去。然后这次有50个企业家来，50个企业家要做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些地方呢，他们都在发展太阳能、对，电力的这些基础建设，我会跟你合作，还有金融。互相合作，我会跟你合作。然后另外，我要建立一个排除中日之间的我们未来的做所谓航道的合作，排除中俄。你看，他就是这个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吉尔吉斯，然后这个乌兹别克，然后透过这边，然后绕过这个中亚的国家，然后到土耳其，要么就到欧洲去。这个航道呢，就是要排除俄罗斯跟排除中国。所以这个当然是美国也乐意看到，日本来了，然后我美国有油管啊，所以现在等于是用经济利益在让这些中亚国家能够出现一个导向这个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所以你说以前中亚五国要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跟欧洲接触的话，你要进到俄罗斯，你要进到俄罗斯的领空，就代表你是在俄罗斯的眼皮底下。对，就没有想到我现在要慢慢脱离俄罗斯。对，所以讲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为什么老实讲，你看日本正尝试进入数千公里之外的中亚，但不是为了经济利益。他说什么呢？因为日本试图向中亚国家拖入西方的意识形态，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种意识形态是具有反俄罗斯还有反中国的含义。那所以他就说，对，你就是反中国跟反俄罗斯，他就直接把它定义的这样，你来就是反俄罗斯跟反中国。所以人家去跟那些国家开会，干你什么事？你为什么马上就定义成反中国跟反俄罗斯？可是中亚被敲走也很严重吗？如果中亚跟日本跟美国交好，对俄罗斯来讲竟然会造成重大伤害吗？而且我跟他讲，中亚如果真的被敲走的时候，不只对俄罗斯伤害，对中国也是非常大伤害。因为这个中亚这几个国家，他要么就是认
俄罗斯的境内。那目前为止，乌克兰这边已经开始告急，我在这边再弄进来，俄罗斯被前后夹击。对，中国也是一样啊。中国把这个中亚顾得牢牢，就是不希望后面还有人来捅我。就假设如果真的这个势力被中国跟被这个日本跟这个美国进来之后，对这两个国家是压力山大的一个情形啊。因为刚刚讲，如果今天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今天被敲走之后，刚刚讲，现在对中国来讲最头痛的问题是新疆问题。没错，如果我现在新疆问题是因为我稳住了哈萨克，稳住了吉尔吉斯，所以我还可以撑得住。如果哈萨克、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你们倒向新疆，对，我就完蛋了。对，东突厥运动再起，说这个对中国影响多大？同样对俄罗斯也是一样，他的后院绝对不能够再失火。所以这个当然非常，所以你就知道说，目前为止来说，这个国际，包括说像美国跟日本人都用什么方式，都用所谓经济利益。那为什么用经济利益来？我跟你讲，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的确是给这些中亚五国非常大的经济的这个资助，经济的这个包括说给你资源啊，给你那个帮忙。可问题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本身都摇摇欲坠，他自顾不暇，他根本就不可能说那怎么办呢？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啊，就是这个五十个巨头跟他跟五十个商人跟岸田一起过去来说，当然就是要用透过经济力量，如同他们在东南亚做，而且那日本这一次呢，他认为我在这个中亚五国做更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东南亚之后，东南亚有些国家被日本占领过，他们可能有些民族情绪之类，东亚五国没有，他们就是向前看，你只要给钱，我们就愿意。所以这五个国家，而且这五个国家里面来说的话，包括说像哈萨克有石油啦，包括说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里面的很多矿产。这个也是日本需要的，所以这个等于是日本这次来之后，不但可以巩固我的矿产，我还给你投资，我还带钱给你。那当然，这五个国家呢，这次或多或少会表达对日本友好的这个态度。而且你讲说，中亚五国过去导向的俄罗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安全因素，因为中亚五国过去的安全保障是透过俄罗斯一个世界的强权，就像哈萨克之前内乱的时候，谁帮他平定的？俄罗斯平定的。可你没有想到，竟然在俄乌战争的时候，俄罗斯被人家看破手脚。原来二次武器碰到了北约的武器，碰到了美制的武器，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今天更可怕的是，乌克兰的军队，以前俄罗斯完全看不起乌克兰，现在乌克兰居然已经把连华尔街日报都讲哦，现在乌克兰军队已经跨越边境的行动，让俄罗斯感到意外了。对，没错，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俄罗斯真的是这个莫名转脑会。为什么莫名转脑？我跟你刚才讲，第一个。目前为止来说啊，库斯克在这个地方，这是乌克兰境内，这是俄罗斯境内。库斯克境内，保全上今天的话，终于有这个坦克车进到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坦克车是乌克兰的坦克车。我跟大家讲，他们就当地就说，这是1941年纳粹入侵以来，再一次有外国坦克车开进库斯克啊，所以他们真的完全吓呆了。你说这么多年没有外力入侵过，那吓呆的时候，现在俄罗斯怎么办呢？俄罗斯只能够做，因为他打不过他们，他们现在只能说，我拨款2亿美金紧急拨款，然后把这些人员全部疏散走。所以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不能打，没办法，主力部队不在这里，主力部队都在乌东，不在这里，这边没有什么主力部队，所以现在只能够先动员，让人先离开好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为什么我说俄罗斯的这个莫名砖呢？会，他前几天不是飞到这个伊朗去跟伊朗说，你开怕，就伊朗现在伊朗总统跟这个哈梅尼说，我们不要打，所以你才来叫他打，然后武器给他之后，他马上就跟哈梅尼说，我不要打。所以现在伊朗不打以色列，所以伊朗也不听俄罗斯的，对，他不听你，而且他给你这个武器骗到手之后，他就跟你说，我不要打。另外什么？我刚才讲中亚五国不是辩解吗？还有另外一个是亚美尼亚，亚美尼亚过去一段时间，他也是前俄罗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有加入个集体安全组织，就他现在说，我要退出集体安全组织，我要跟美国军演的，集体安全组织是前苏联时代这个一个所谓安全组织，就现在你要让干，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要跟美国军演，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告诉你，俄罗斯现在他所有周边的国家现在似乎是都完全要叛变的一个情形。而且现在刚才讲到的，乌克兰冲进的库斯克以后，库斯克现在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对，没错。事实上，这几天的这个部队来说的话，大概乌克兰派了大概1000名左右的部队，然后就开始往前推进。往前推进，目前为止大概约莫已经往前推进最深入来说，距离俄乌边境已经有15公里以上，而且它已经占领了约莫300多平方公里，大概约莫是1.3个台北市的这个大小。那因为目前为止来说，俄罗斯很生气啊，普丁马上跟格拉西诺夫开会，就没想到格拉西诺夫跟他说啊，我们已经击退了相关的人员，就普丁不相信，他一脸。就是很错愕的样子，而且很生气。
赶快你要给我解决啊！所以我才说他拨了两亿，两亿是怎样？赶快把人撤出，撤走。好，那我就讲，格拉西莫夫真的很无耻，他讲说，我们挡住了乌克兰的攻击。对，好，那我们就讲，目前为止来说，他们已经往前攻击进去了。所以现在在库斯科很多地方来说，到处都有所谓的战火的出现。你看，就是很多房屋房屋被焚烧的地方。我就说，库斯科人就说，1941年之后没有经历过这样，所以这种恐怖感呢，在库斯科开始蔓延。所以他现在，这个普丁能做说，你不要看到这些，把人撤走就好了。那你看，真的很多房子就被摧毁的一个状况，就是你怎么对付乌克兰，我现在就怎么对付你，我就把你的房子也把你打掉，又把你房子摧毁的这个状况。那你讲前线的俄罗斯部队不是没有部队在，有。这一开始的人原本是这个所谓这个车臣部队，车臣部队浪杠啊，全面的车臣部队跑了。可车臣不是号称是全世界最凶狠的佣兵吗？凶狠，但是他们跑了比谁都快，他们跑走了。就后来第二线呢是俄罗斯部队，就俄罗斯部队怎么样？你看到他看到乌克兰的部队之后，马上就投降。马上投降之后，而且他们是自动哦，打不打就投降了，都投降，而且他们是带队。你看他们是带队、哦，这些都是投降的，对，他们是带队，举白旗，对，成群结队就说，我们投降，我们不要再打了，这样一个状况。第一个拿白旗，所以那为什么？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普丁要让他这些人走？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再打进去的话，搞不好他们长驱直入的非常远的一个状况。好，那现在攻进库斯科的是这个交非常强的部队吗？宝姐，他们要到22独立机械旅。好，那我们讲22独立机械旅，宝姐，那这些士兵是什么时候来的吗？今年的5月，也就是他现在才受训2个多月的时间点。你看他们是他们的新兵的时候，这是他们新兵训练的这个照片。他们在这个所谓基地附近进行什么野战演习、射击演习，还有战斗演习。那他们这些都是完全都是有些是自愿来的，那有些甚至还是这个原本有当过兵，然后回来当兵的，平均年龄40岁，所以等于是他们是散兵嘛，就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这个兵队。就没想部队这样，兵哥40岁。40岁在被等于说征召过来打兵的打仗的，没有，他们是自愿参加，就是说，我愿意这个替国家打仗，所以可能里面有类似像我这样已经50岁，然后还有二三十岁，所以平均起来是40岁。然后后来因为接收了非常多的武器嘛，包括说给他们这个机械化的这个坦克车啦，然后给他们一些报怎么作战这个所谓无人军无人机啊，这样好，那就训练2个月之后，好，那就这样去打了。就没想到两个月的训练之后就去打了，打了之后就没想到现在打到这个目前为止，打到让连普丁都在克里姆林宫生气啊！所以我跟你讲，目前为止的这个战场的确是有一点点风云变色，在整个这个平地上面的这个作战里面来说，反正你过去的战场不是只有只在乌克兰战场里面，我现在也要打到俄罗斯境内的一个情形。而且普丁看到美国的立场，他更吓死了，是因为美国开绿灯了。对，没错，人家就问说，这个攻击的这个所谓动作来说啊，有没有知会美国啊？就是美国说什么啊，乌克兰如何展开军事行动，决定是乌克兰做的决定。然后这个科比就说，我们只有跟他讨论过。那最后来说，美国需要专注这个乌克兰，不需要什么来保护自己，所以他意思是说我还会继续给他武器，那至于说他怎么打那是他家的事，但是我跟我们讨论过，所以他告诉你什么，美国已经开绿灯，如果你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尤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说的话，如果能够让普丁越不安的话，就是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好受。昨天我们还认为说今天乌克兰的部队1000个人进去到了库斯克，只是小打小闹，只是袭扰破坏，打完了以后打带跑就好了，因为以乌克兰的军力，以乌克兰的人力，他是不可能在俄罗斯占领任何土地的。就今天状况完全不一样。昨天不是1000人吗？对，今天变2000人了。今天不但1000人变2000人，而且周边的利佩斯克、别尔哥罗德全部进行大规模轰炸。那我们讲说，你只有在乌东的背后吗？没有，竟然南边的克里米亚还有赫尔松都传出爆炸声了。而且1941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本土被入侵，这个普丁当然非常生气啊，他说这重大挑衅。他当然知道普丁生气了，对，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乌克兰对他的挑衅，这是美国跟乌克兰对他的挑衅。美国，对，为什么？你说这是美国干的？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军队好像如有神助？为什么？因为美国给他开绿灯了嘛，你要的武器我本来就已经给你 ，F-16我也给你啊，你要这个海马斯我也给你啊，你要 ATACMS 陆军导弹系统我也给你啊。可是问题是，美国过去都说你不要打到俄罗斯的本土，他现在呢？他现在的态度就是，反正呢，这是乌克兰自己决定的，我们给乌克兰方面自己去决定他们要攻击的目标。所以简单的就是美国开绿灯嘛。那你现在美国开绿灯的话，那乌克兰客气什么？我当然就直接开打了。而且我听了以后吓死的是，如果我的海马斯可以飞越俄乌边境，对，如果我的 ATACM 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本土，是，
那 F 十六呢？对 ，F 十六是不是可以飞进去？当然可以飞进去。所以我在跟你讲，美国开绿灯，所以普丁当然知道这个背后来说是乌克兰跟美国两个对我的挑衅。好，那乌克兰现在呢？我就跟你讲，乌克兰的战法或许会让普丁更加的摸不着头绪。怎么样摸不着头绪？为什么呢？好，一个时间来说，库斯克打进来，哎，照理说你好像啊，你不可能打库斯克，可是问题是，哎，你人越来越多，而且你不止人越来越多，宝姐，他这时候呢还故意轰炸，包括说比尔格罗德，然后包括利斯佩克这个利佩兹克这个地方，他们的空军基地还有很多地方发生爆炸。哎，这在库斯克旁边，难道你要打进去吗？对。但是问题是，你又有另外一边，宝姐，赫尔松也发生了炸这个攻击，另外一个克里米亚也发生攻击。哎，到底是你是要打库斯克，还是你真正的主力部队要进入克里米亚？这个让俄罗斯摸不着头绪，所以他认为说，哎，你到底现在是打法是怎么样？你不只是五路干扰我，而且你还有迷踪战法。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泽伦斯基就开始讲，他讲话不一样了。泽伦斯基说什么？哎，俄罗斯把这个战争呢载进我们的领土，现在我们应该感受一下他们自己到底干了什么。所以呢，现在，哎，这个连泽伦斯基说话都变得比较昂声，比较短声，所以看起来的话，这个战争呢，有可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个逆转的情形，也不一定。好，是，刚刚讲是。昨天我们讲到，这些乌克兰的部队、地面部队已经进到了库斯克。库斯克以后，你想说那个只是在这个做一个所谓的袭扰，对，没有想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刚刚讲到，你今天是打到了利佩斯克。利佩斯克是一个俄罗斯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还有刚刚讲的，你打到别尔哥勒德，别尔哥勒德我们讲的，你不管要打哈尔科夫或者你要打顿巴斯地方，别尔哥勒德都是非常重要的后勤基地，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冲。就没有想到。现在你的空军基地、你的交通要冲都已经在乌克兰的射程范围内。对，没错。好，宝姐，事实上这个利斯佩克这个地方，利佩斯克这个地方，宝姐，那它距离边境有330公里，所以你要说呢，哎，到底是什么东西去袭扰它？因为第一个时间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利佩兹克他们目前为止所有空军基地在那边发燃烧的一个状况，被炸烂了。对，火药库发生爆炸，那甚至呢，他们晚上的时候就这个整个夜空了都响起了这个爆炸声音。那为什么这样？宝姐，这个地方是他们非常重要一个空军基地，这里面有什么？有苏-34。有苏-25，然后苏-57，还有米-29都在这边。这等于是非常，哎，这个等于是简单来说，它是用来攻击乌克兰前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军基地。虽然它现在也被人家袭扰了，而且它距离俄罗斯莫斯科也蛮近的哦。所以等于是说，哎，它打到这个地方，不只是让我要打掉你的后面的这个空防的这个部分，我还靠近莫斯科哦。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当然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压力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嘛，你看五角大厦已经开绿灯，对，这是他们的那个五角大厦的说明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嘛，他说乌克兰当然可以使用海马式和 ATACMS 的战术飞弹或任何供应武器攻击俄罗斯库斯克地区在内的任何一个俄军目标嘛。可他以前不是讲吗？我给你的武器，你千万不可以飞越俄乌边境吗？而且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叫你冲啊啦！冲啊啦！叫你冲啊！就是这个是怎样？这个跟着之前的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去跟伊朗说，你冲吧。给你武器你就冲吧，你要打什么打什么。现在是美国叫你冲啊，往前冲就对了。所以现在显然，乌克兰应该会展开去年没有展开的夏季大反攻，今年搞不好真的会展开所谓的夏季的大反攻。好，那于是他们就开始策划了一个动作，他们呢召集了约莫1000多人哦，他们就沿着这个138的公路呢开始往前推进。那目前一直因为站在乌克兰境内，他们都 OK 138公路，然后就进了打进去了这个苏甲这个地方。就苏甲为什么打进去非常非常重要呢？因为苏甲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公司，天然气的这个所谓炒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打进去，他们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之后，宝姐，让他们做什么动作吗？他们就开始埋伏在这附近。他们想说你们会有大量的部队来，就没想到，哎，他们就在埋伏的时候把你们陆陆续续干掉。干掉之后呢，我再继续往前推进到库斯克。对，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他们在中间，你知道。俄罗斯不是没有准备，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碉堡，非常多的这个所谓据点，就没想到他们一开始就先把你们两个据点端掉之后，你目前为止任何部队都已经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后防空虚的一个局面了。所以我最近就奇怪，为什么车臣部队会跑那么快？原来我在苏甲这个地方围点打援，你任何援助的部队我就把你干掉，是干掉了你快速往前冲，对，打的整个车臣部队还有这边的守卫军完全措手不及。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把你围住，围住之后
后来也假装撤退，撤退之后呢，有非常多无人机过来，你要来支援的时候，我就把你的这个坦克车把你炸掉。所以等于是他们现在战法是获得成功，而且现在更恐怖是什么呢？他们现在乌克兰的目标是要继续往库斯克北边前进，他们要占领当地这个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能发电厂。占领核能发还要往前走，对，为什么？因为核能发电厂当地有非常多，他们传言说是可能俄罗斯的武器都在那里面。他们现在占领这个地方，所以那事实上现在，所以我才说，对，为什么对普丁来说，那我到底要不要支援？现在普丁呢，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只要从前线，听说他要调10,000名的官兵回来。但是问题是，你要能够守得住，要好大概1-2个礼拜之内才看得到。所以那你已经不知道说他们军队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在北边的战事来说，让俄罗斯真的完全惊慌失措的一个局面。那我们昨天讲的，之前俄罗斯的前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被这个普丁对的这样讲的完全哑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今天要证明说，哎，我们现在已经阻挡了乌克兰的攻势，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反击。导播看一下画面，他现在这个反击不讲还好。他现在把这个画面公布出来，在俄罗斯境内反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你现在讲这些战场在哪里？这些战场就在俄罗斯。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攻击，你现在发动这么多的这个部队在乌克兰境，在俄罗斯境内，那不代表现在乌克兰已经深入敌境了吗？没错，格拉西莫夫呢虽然被普丁定，但是说哎没有。我们已经把那个敌人都退却了，他们都已经回去了。你看，我们国防部就公布一些影片给大家看，就公布影片，看他们就说：“哎，我们炸掉，你看他们炸掉他们的这个坦克车啦，然后炸掉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装甲武器。”可是宝姐，这个位置在哪里？在苏甲镇这个地方，已经是在这个俄罗斯境内打进来了。所以显见，你公布这个照片，证实他们是真的打进来了，而且你没有防住，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土里面了。难怪俄罗斯人吓死了。你说在边境已经把他推去，没有啊，他们已经打进来了。然后他们紧接着公布另外一个画面，就说你看，我们这个抓到了乌克兰的这个坦克车，一直一个一个都门摧毁，就没想到宝姐他们后来显示是什么呢？因为这两辆坦克车是 T62 俄罗斯坦克，所以这个影片呢是乌克兰的影片，他们还误用了乌克兰的影片，所以显见他们这些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都不知道。而且你知道，事实上现在证实一件事是，俄罗斯的官方证实一件事是，乌克兰真的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而且你可以看到了，乌克兰的这个进攻对是已经有准备的。是的，他们在进攻的时候，刚刚讲已经投入，刚刚讲的，我不是有1000个人进去吗？对，我有1000个部队，然后呢，每一个人他我刚好配备1000架无人机，对，没错。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讲嘛，他们1000个人，然后配备一架无人机，所以有1000架，然后有这个4个旅，还有一个炮兵的协同部队一起作战，然后紧接下来又有后备部队。那样，因为当时的前面来说，他们端掉2个据点，对，一个据点都有大概约莫3个团，还有2个营左右的一个兵力，所以他们等于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用优势兵力端掉一个，然后再端掉一个之后，然后再往前进这样一个方式。那当然，俄罗斯只能穿了弹啦。所以你看，目前为止来说，你看这个车臣的这个指挥官，我们不是说他们前线有车臣指挥官吗？他说什么？我们有在前线啊，但是敌人呢太奸诈，我们无能为力。也就是说，他被骗了。被骗了之后无能为力，他只能往后跑，因为这个他们重要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乌克兰可能会支援越来越多部队，既然打进去的话，那当然就越来越多部队往前进啊。所以这个前进的步伐有可能在未来几天还会继续往前推进的一个状况。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个资料，我要讲的，我才知道无人机现在的运用有多么重要。刚刚讲1000个人部队进去，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1000个人派了1000个无人机，代表每一个人都可以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进去了以后，你的战场管理、你的征收，我们讲攻防收紧间，你的尖兵、你的这个所谓的征收，对，完全都由无人机来负责了。所以宝姐，为什么这次乌克兰能够突袭那么顺利？或许他们也在实验一种新的战术，就是大量的无人机跟大量的这个地面部队，用这样来协同作战的方式，看能怎么样来打。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作战，我们觉得也值得大家来好好参考。另外就是格拉西莫夫，那事实上现在俄罗斯媒体已经开始有人指责格拉西莫夫了，在搞什么？对，为什么？因为他是说，之前就已经有跟你情报啊，就说好像有人在这个俄罗斯的乌克兰边境集结啊。但是格拉西莫夫啊不以为意，没有关系，这个小打小闹不可能会怎么样，就没想到就进来了。就进来的话，目前怎么办？现在库斯克的民众，他们现在就开始有很多画面，你看。库斯克民众开始，你看他们的俄罗斯的兵团被人家这个歼灭之后呢，熊熊火焰就这样派出来。库斯克，对库斯克，那还有很多民众现在准备要离开，然后这个当地来说，很多加油站都已经挤满了人，大家都想要离开这个战火的这个地方，就没想搞到最后，真的证实什么？乌克兰军队真的打进来，而且现在让俄罗斯最头痛的是，到底你的目标是库斯克，还是你的目标是南边的克里米亚？这个普丁大概也没办法摸清楚。好，宇轩。我们这边讲说，
现在整个1000个部队进到了库斯克，进到库斯克以后占领了350平方公里，而且刚刚讲到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本来以为说你只是为乌东地区，你要把乌东地区库斯克这个地方的交通要重镇，你的后勤资源把你给驱逐掉，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出来的消息是，我半夜夜袭赫尔松，甚至原来承受压力最大居然在克里米亚，而且克里米亚的这边的SAM-300、SAM-400的防空飞弹群几乎都被消灭了。不止如此，他们的所谓的飞机的机队已经有1/3跑掉，更不用讲这里的黑海部队已经名存实亡。宝兰哥，你把所有的战况拆开来看，你就搞不清楚说乌克兰它到底真正的标的是什么，到底是要往库斯克内部去深入，还是要去打克里米亚？其实这是一招我们讲象棋里面最绝的，叫做将军抽车。将军抽车，我请问一下，打库斯克真正目标，请问一下到底是库斯克还是别的地方？不是哦，因为当他今天在22的这个机步旅呢冲到库斯克之后，他在下一步他可以去占领什么？他的电厂。当他占领他的电厂之后，他可以长期做一个居地。而离库斯克最近的，宝德哥被这个制压住，你知道是什么吗？莫斯科。对嘛？所以这才是重点。当他打到库斯克，如果他发动全面占领的话，莫斯科这边会为之震撼，等于是说普丁绝对会瑟瑟发抖了。对。所以你仔细看，为什么那时候普丁呢非常的生气，甚至敲桌子？因为威胁到他本人了嘛。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嘛。再来。库斯克他前进的是什么？22的是我们讲机步旅，但你以为是22机步旅？不是，宝德哥，你知道他是什么吗？他是整个旅倾巢而出，所以很多专家在看说这个太异常了，因为你等于是把整个旅的兵力、对重装、全部的火力 all in 到库斯克地方，不寻常嘛？你 all in 在这边，而且后方还有没有其他部队？有、哦，包括72旅、以及80旅，这些3个部队都在后面带兵而动。所以昨天大家以为说你只是袭扰破坏，你只是小打小闹，因为以乌克兰我们再讲，你的那个人力，包括你的部队，你是不可能长期在俄罗斯占领的。结果他还是派了大量的军援进来了。对，所以这叫什么将军？我跟谁将军？我跟普丁将军说，你要不要来顾库斯克？你如果不顾库斯克的话，我可能600里长驱直入，就直接可以打到莫斯科郊外。所以与此同时，各位，你如果只看这个的话，你会想说，难不成他们真的要血刃普丁吗？当然不是，这个叫将军。那抽车是哪里？抽车就在于克里米亚以及赫尔松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讲克里米亚很危险了。当然，因为克里米亚，你知道它有什么重点吗？以前为什么它可以？维持他的铜墙铁壁，第一，他有黑海舰的做保护；再来，他有SAM-400；再来，他有最庞大的，我们讲高达300架的空军，全部都围在那边。那请问一下，宝杰哥，现在还有没了吗？对吗？你个人仔细看了，克里米亚现在全面被轰炸，包括弹药库，包括他的机场。我们就讲，第一，他们现在透过说，包括什么海王星飞弹，包括所谓的无人机，全面轰炸。各位，你仔细看那个画面，弹药库被炸的全部都是一塌糊涂。这都是克里米亚，对，这么惨。对，那这时候有个问题来了，以前为什么海王星飞弹打不进？以前为什么没有办法无人机长驱直入？因为以前克里米亚有非常我们讲的优秀的空防，包括SAM-400系统、SAM-300系统布置的很严密嘛。而且这里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空军基地。对，那现在就是说，你现在才知道乌克兰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他一直要派一些无人机、派一些自杀无人潜艇前去不断的骚扰？包括他，包括贝尔贝克的这次机场都遭到轰炸，理由很简单，他就是要把你。周围的我们讲的原本的防空设备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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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卸下来，卸下来之后你防空设备也没了。对，然后呢，你的黑海舰队，请问一下各位，现在还有吗？不见了，名存实亡嘛。他本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他的塞凡港是非常重要的黑海舰队的基地，现在。糟糕他不会嘞，糟糕他不会只有一个理由，如果说我待在这边是安全的，我当然会待，如果我待在这边是危险的，我当然赶快拔腿就跑嘛。因为现在他们最可怕的是什么？克里米亚，因为它是一个孤岛，孤岛我跟你讲，在战争里面的形态来讲最好打，你知道为什么吗？它连外后勤补给非常薄弱，而且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条铁路，易攻难守。对，所以原本他们最重要的依靠呢，就是这个塞凡港的我们讲黑海舰队。但当黑海舰队这边呢已经没有办法再防卫，当面对领空来的我们讲来犯呢，他没有办法再防守的时候，克里米亚就变成了乌克兰唾手可得之物，这才是他真正想要占领的原因嘛。难怪泽伦斯基现在志得意满讲，我要让普丁尝尝。战争的滋味，对，所以你仔细看了、哦，他不只是打克里米亚而已，他甚至我们讲了，他后方呢，我们讲俄罗斯的境内都遭到轰击。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境内，他透过去打你后方的援助，他最主要目标是什么？因为你看了、哦，比如说这边SAM-400先遭到轰炸，甚至是我们讲了，他们讲参谋部算说，目前他整个飞机呢已经损失了363架，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根本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损失。所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动作吗？他直接把克里米亚这边黑海舰队附近的空军基地撤了1/3的飞机，
撤三分之二，等于是战力保存嘛？因为原本大概260架，然后结果现在缩到不到90架。对，那当然有些是被乌克兰的，用我们讲摧毁掉，但大部分是他们直接调回国内。而且他说他现在有很多的机场一架飞机都没了。对，他其中有2到3个，其中有2个机场完全是空的了，等于说他们只集中在我们讲可以保存的地方。宝德哥，你知道为什么说他这边会完全是空的吗？哦、我守不住，我干嘛放在这边啊？你等下无人机来又把我炸掉，我又守不住你，我机枪又打不到你，我又没有防空设备啊！我不是变成如果放在这两个机场变成什么？变成你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火把吗？变成你风暴自己的火把吗？我怎么可能摆在这边？而且我若摆在那边，剩下可以防卫的防卫也不强，所以大部分的都撤回去。再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F16 来了。请问一下，如果 F16 来了，第一个你空优也没了，对不对？我 AN120随便就把你空中目标打掉。再来，你如果停在那边，地面部队我也可以对你清剿。所以对他来讲，我根本得不偿失吧？与其在这边跟你硬碰硬，我不如呢赶快让干回家去，把我的重要的飞机呢先撤回去保存。而且，导播，我们现在看到接下来的画面，这个东西是非常精准，这个非常精彩是，是你简直是由美国特种部队向美国海豹部队进行夜袭，在整个漆黑的夜晚，在水面进攻赫尔松。宝德哥，我们讲战争的时候最害怕什么？就是这种漆黑、夜黑风高，有水鬼摸进来，突然间把你这边炸、那边炸，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各位，这真的是夜黑风高。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讲的去攻击赫尔松，乌克兰的特种部队。所以你看到他们是趁着夜袭的时候，而且他们去打击什么？打击你的装甲师，打击你的装甲部队。所以呢，他不只是这样哦。当他潜去之后呢，还通过轰炸、通过无人机等方式，你知道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吗？包括我们的2机车，包括我们的 NTLB， 全部都遭到重创。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被炸完之后，然后吓死了，然后赶快晚上醒来，然后到底是谁炸我？不知道。就摸了就走，摸了就跑。所以你要不碰到水鬼了。对，真的是水鬼嘛？是战争熊家，你个蒙掉水鬼，该多少钱你买不在人的队。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不只是打击赫尔松这个地方，因为我再强调一次，他其实目标是克里米亚，但故意借由赫尔松这种骚扰，甚至他打到哪里境内哦，沃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这个很难辨，这是都跑到里面去了，他刻意去炸俄罗斯的境内。他们想说啊，没有啦，只是无人机轰炸。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我们直接看他现场那个机场哦，爆炸画面，哎、欸。宝杰哥，无人机可以炸成这样子吗？当然不行。还训壮语，他说不是嘛？所以你知道是什么吗 ？F16 来了 ，F16 来了 ，F16 登场了 ，F16 直接炸给你看。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是俄罗斯，现在多处都我们讲的战况到处四起，焦头烂额，所以变的是克里米亚恐怕想守也很难守住。好，喂，刚才讲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乌克兰进行了攻击，现在已经进到了第一个进到库斯克，现在我也对克里米亚跟赫尔松进行攻击。可你说不是，像你过去，哎，你过去也去注意国际政治，你说关键在美国，是美国开绿灯，美国帮他训练好了，美国把所有东西，美国才是背后真正的引武者。宝杰哥，因为最近大家关心台湾的事情，这个比较没有在看哦，但我跟大家讲，你上网去查，在今年的5月30号的时候，路透社有一个独家报道。他说，美国总统当时还是拜登，还没有退选哦。他打算要对乌克兰开绿灯。在过去这2年当中，美国所提供所有的，包含海马斯火箭炮等等这些武器，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打到俄罗斯的境内。对，你可以把那俄罗斯在2年多前入侵乌克兰的军队赶回去。好，你打圣战啊，你保卫你国家都可以，但你不能去打乌克兰啊，对，你不能去打俄罗斯。所以呢，这个禁令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直都没有被解开。所以过去你看到乌克兰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乌东打来打去嘛。所以之前都在哈尔科夫。那么这个你要知道哦，从哈尔科夫这个地方，5月底就传出哈尔科夫的俄军打回去，你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宝杰，你看哈尔科夫在这里，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东北边的这个哈尔科夫最下面的地方。可是跨过了国界以后，往上走就到库斯克，这已经是俄罗斯境内了。那中间对，那一开始五月底的时候，宝杰我要讲哦，它的逻辑是这样来的。五月底的时候，路透社讲说，开放这个乌克兰使用这个美国的武器打这个哈尔科夫，把它打回去以后，可以打到边境里面，但是他没有想打到比尔哥罗德了。对，那现在目前不是宝杰哥，今天最新的状况是已经打进库斯克了，而且还有影片。那库斯克再往北走，当然那个莫斯科还有很远的距离。但你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五角大厦。为了这件事情，今天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来宝杰哥，你看他开了记者会啊 ，Sabrina 他的这个新闻秘书，他接受媒体的提问，媒体再次跟他确认，所以包含美国所提供乌克兰的武器，确实可以打进俄罗斯吗？这个部分我们要做确认。就没想到 Sabrina 回答他说 ，Yes， 我刚刚已经讲了，所有你对于拒绝入侵、反击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美国的武器，它可以打到所有它能打到的地方，所以他同意。
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打俄罗斯，那现在确实也是打进去的。第二个，那长城武器可不可以直接打莫斯科？他说我们不希望用长城武器，所以现在除了莫斯科之外，等于全部地方都可以 打。那我这样，我不打莫斯科，那我一直推进呢？现在是据称是1000个乌克兰的士兵就进去嘛？他讲说1000个很简单啊，这个克鲁姆林宫也发凶跟讲说，我们已经歼灭260个了，所以还有多少？还有740个。但问题是，现在乌克兰他不断发布影片啊，刚刚最新发布的影片，观众朋友看一下，他说我们才一推进到这个库斯科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的士兵马上就投降了，投降，整批的士兵马上讲不打，而且他们的装备你看起来有没有？就这样啊，这都是投降的。对，这个是乌克兰公布的影片，说我们一打进库斯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反抗，所以我们开始呢要往前推了。那你今天库斯克，如果你打到库斯克那个城镇的话，是100公里。那现在目前了解到，大概已经推进乌克兰说我们已经推进10公里了。那他要推进多少？那重点在于这里，好吧，杰哥，从2022年2月24号那一天，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那泽伦斯基讲什么？如果是讲这个台语的话呢，反击俄罗斯攻入库斯克，喂，好，你怎样？喂，敢不敢？因为两年前你打进来啊，对，所以宝杰哥这叫反击嘛？反击是以前是你打我，现在是我打你。以前是你跨过了国界打到乌克兰，现在呢，乌克兰要大反攻，我要跨过国界打进俄罗斯。而过去这个事情是被美国限制的，没想到就在今年的5月底，特别到6月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完全开放你这样打。那如果是这样打的话，库斯克只是第一站。莫斯科不能打长城武器，可你慢慢往前推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目前还不知道。好，瑞德刚刚讲是1000个乌克兰士兵刚好配备了1000个无人机，而且你现在在乌俄战场里面，刚刚讲你用的无人机，你用的 F-16， 你现在用的刺针飞弹、标枪飞弹，还有你今天用的这个火箭这个长城武器，不是都跟台湾一样吗？宝杰，你知道那么这几天呢、啊，乌克兰打进去库斯克，这代表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代表什么？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现在，俄罗斯的领土第一次被另外一个国家的正规军打进去。对耶，你知道吗？因为之前都是俄罗斯比较这个反俄罗斯的，然后亲乌克兰的这些民兵小规模的这个等要洗脑破坏嘛。这次不是，这次是直接打进去。目前乌克兰公布有四个旅呢，正规军啊，那么直接一开始的时候是搭配11架的11辆的这个等要坦克。还有20几辆美国跟德国那么所提供的这个装甲车嘛进去，乌克兰都没想到会那么容易得手，他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我讲坦白，他真的没有想到，所以现在你知道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正规军攻打进去俄罗斯之后，你知道这3-4天他得到了什么战果？得到什么？他已经把占领乌克兰，已经占领了俄罗斯350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对普丁来讲，这是奇耻大辱。为什么？这2年半以来呀、啊，那么只有乌克兰的老百姓在逃难，对不对？对。结果没想到现在，竟然有数以好几千计的这个在库斯克附近的老百姓，他们在逃难，然后加油站挤满了、挤爆了加油的人，然后全部在逃难。然后这个乌克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乌克兰的心战中心。心战中心故意把俄罗斯几十名那个部队呢投降，趴在地上，那全部作为他们的宣传的影片嘛，根本不战，我不打了，我投降。那你知道为什么不打了吗？为什么不打？因为他们的人远远，他们的守卫军远远少于乌克兰，他们知道我打不赢，我不想死，你知道吗？我不想死，所以我干脆投降。我底下投降，我就全部趴着。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没有想到那么容易得手，所以虽然俄罗斯说啊，我们已经歼灭了1000个里面的600个，不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乌克兰还源源不断一直在增援哦。这个如果在《孙子兵法》里面叫做围魏救赵，为什么？因为过去2个月以来啊，事实上他们俄罗斯一直攻打啊，往乌克兰一直把去年啊，几乎把去年夏季乌克兰那个反攻的那个土地几乎都被他拿走了，对，打乌东。对，所以他现在呢，直接我打你本土。打你本土以后呢，我就直接攻进去。本来以为他攻进去以后就会退，对不对？对，他没有退，没有退，他后面还源源不断进去，而且现在坦克越来越多，坦克跟装甲车越来越多，然后呢，海马斯火箭弹开始丢，开始炸。我告诉各位了，现在这场战争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哦？对我们台湾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他的海马斯火箭弹就是美国要卖我们的嘛，对。然后呢，他的 F-16 还是比我们的 F-16V 啊，比较低阶的 F-16AB 啊。他的飞机进去了，然后紧接而来呢，他们所用的刺针飞弹、所用的标枪飞弹，都是我们跟美国买的相关的近距离的飞弹嘛，反坦克跟反空嘛，还有无人机，还有无人机也战术都是一样。而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自己买，
然后呢，源源不断的，我们有的东西比他们有的更多，我们的飞弹的数目比他们更多，所以呢，我们的国防部跟参谋本部都在看乌克兰是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在这个战场里面，然后他们要突袭成功。因为太轻敌，因为这个情报事实上早在几天之前呢、啊，俄罗斯的参谋总长就拿到，根本没有连普丁都没跟他回报，那没回报以后，他想说你哪敢这样打过来？就打过来以后，哎，发现没有抵抗，就一直往孤军深入那一不断的深入了以后，他现在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天然气的中继站，就是俄罗斯要输往中欧的天然气的中继站，我如果把它拿下，那我问你嘛。你这些天然气是不是我把咽喉掐住？对，另外一个是核能发电厂，他不会把核能发电厂给炸了。但是当时你不是把扎波罗热的核能发电厂拿下来，那种感觉，俄罗斯你现在知道了吗？所以事实上，我告诉各位，美国在问这个事情都装傻，我们不知道，事先不知道啊，但能不能用？可以。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这样做吗？因为美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围魏救赵，不要忘了。伊朗集结大军说要打以色列，说如果美国拦截伊朗的飞弹跟攻击制造无人机，就攻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那个时候呢，如果让俄罗斯的老大哥疲于奔命啊，然后急如落跟那锅蚂蚁的话，对美国来讲一石二鸟。这时候当然故意装傻了。So， 我们之前讲说 F 十六进到了乌克兰战场的时候，我们觉得你够厉害，对不对？F 十六如果进去的话，那制空权不就已经被乌克兰跟北约掌握了吗？对，就没有想到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讲，原来 F 三十五早就进去了，原来整个战场的管理、整个战场的管控都已经由 F 三十五来负责了。而且目前为止来说，联军可以说是完全不演了，不演了。他把过去呢，我们都说乌克兰的空军还有乌克兰的武力怎么那么厉害呢？几乎把俄罗斯的空军完全端掉。对，现在直接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个。《华尔街日报》就跟你讲，美国将为乌克兰的目前有的 F 十六战机配备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武器，我就直接给你了。所以我不是说我 F 十六给你，对，我还帮你配备我的飞行员。对，我不但是 F 十六给你，我的飞行员给你。刚刚讲你的飞弹，对，也是最好的，我是最先进的，我都给你了。所以美国不演了。另外一个盟军还有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说什么？他说：“我们这样。”他说：“目前为止 ，F 三十五已经在周边了。”为这个盟军呢提供什么？提供如果你有飞弹从这个俄罗斯的飞弹从乌克兰的地面上发射出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些讯息，而且马上就分享给所谓的北约盟军。那你可以解释哦，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俄罗斯的他们在这边的地面的武器、地面的这个发射系统为什么被端掉？原来就是 F 三十五在这个地方，你告诉他了嘛？对，那还可以解释什么？为什么？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动辄可以飞到莫斯科去炸你，然后可以飞到这个别尔哥罗德各地方去炸你，然后飞到这个俄罗斯南部的这个炼油厂去炸，甚至这几天还创了一个纪录，宝姐，他从这个乌克兰飞了1800公里，到了北极圈的奥莱尼亚机场，他可以轰掉图二三的这个轰炸机，把图二三都给炸掉了。那你这是怎么解释？原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嘛。第一个 ，F 十六老早就在这里面作战。第二个是什么 ？F 三十五提供你相关的资讯嘛。所以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话，随着 F 十六进来，然后 F 三十五在这边当成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作战的指挥平台来说，你俄罗斯当然。完全就不是对手的一个局面了。而且之前我们都讲说 ，F 三十五是一个隐形战机，它是隐形战机已经非常厉害了。隐形战机来无影去无踪，它可以作为一个开门者，它闯进敌方的领域里面，你完全不知道。然后呢，我可以透过这个坐标通知我后面的这个战机，将你的眼睛耳朵给打瞎。是。就我现在，如果你在俄乌战场上面来的话，它扮演的角色更加可怕。第一个，我是一个最好的空中作战平台。第二个就是。我居然有预警机的功能。刚刚讲，你不管是你的这个苏凯34、苏凯35，或者是你的图22，你只要任何的起飞，甚至你的导弹任何的起飞，你起飞的位置、你的坐标，我可以马上掌握。马上掌握以后，我可以马上记录，记录以后我就分享给我所有的盟友。没错，所有它变成一个最好的战场管理的飞机。没错，宝杰提到说 F 三十五是个最好的做战场管理的飞机。我们从这几个事件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反正这几天的时候，宝杰你知道吗？这个在这个27号的时候呢，乌克兰当天呢，他们说他们出动了约莫数架的无人机，然后呢从乌克兰边境
飞到你看这么远的距离哦，飞到俄罗斯北极圈里面的这个基地，它一共飞了1800公里哦。好，他们飞了这个千里之后呢，把这个在机场面图二二的战略轰炸机呢，把它炸毁的一个状况。宝姐，你想怎么有可能？哎、欸，它 飞这么远，飞了1800公里，难道你都不会遇到什么飞机，然后什么来拦截你吗？对，可以解释性。那乌克兰还说什么？不是，而且。透过1800公里之外，对，你还可以遥控，是，还可以精准打击。那好，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哎、欸，乌克兰说什么啊？我们是发展出所谓可以媲美战斧飞弹相媲美的远程神风特工队打到那个地方。宝杰，你相信吗？不相信，当然不相信，没有人相信。所以现在证实什么？如果 F-35 在这个地方的话，很简单 ，F-35 就直接给你目标，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相关的防空设备，对，你都完全避开。所以它可以为什么可以千里奔袭？做空中导引？对，我可以为什么可以千里奔袭到那个地方？然后我炸掉你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因为就已经有一点有人给你指点迷路，你要怎么飞过去嘛？所以这显见 F-35 绝对有在这个地方。帮助乌克兰的无人机在进行一个攻击的这个状态，因为呢，这个他进来这个地方，他其实已经配备在约莫在这个波兰还有罗马尼亚这个地方，也就都在乌克兰的边界里面。虽然我没有进到乌克兰，对，可是我就算在边界，是，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没错，他们在开打的时候呢，他们有388联队，还有空军预备役的第419联队，他们两个都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是有编制 F-35A， 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部署在这个德国基地，然后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飞到波兰，飞到这个罗马尼亚这个地方，也就是靠近乌克兰的境内。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从来没有飞越过任何的边境，就没有飞越过到乌克兰领土里面。那他说他们也没有进行过所谓发射轰炸空都没有。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什么收集情报？那怎么收集情报？他说，我们只要飞到这附近来说的话，在乌克兰境内，或是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境内，你只要有飞弹发射出去，我们第一个时间就可以侦测到这个点。譬如说这个点发射出飞，这些点发出飞弹，对不对？我们的 F-35 就可以侦测，先把这些标的完全都标注了。标注之后确定、欸、如果这个地方是不会移动的，我以后就再去攻击你。如果你是会移动的，我就再看看你的下一个位置在哪里，我可以真正因为你已经发射出你的目标，我已经知道你这个目标是什么东西，你现在是再一样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在这个位置，我就把你打掉。所以这就可以为什么了解说为什么乌克兰俄罗斯的萨姆300对萨姆400对一个一个被端掉，是因为他就讲哦，原来非常清楚是 F-35 已经可以非常清楚，你只要萨姆300、萨姆400有任何的异动，你有任何的动作，我马上可以侦测到。所以你萨姆300跟萨姆400的阵地，对，我完全了若指掌。但有一个是说我要不懂，是说他说 F-35 的标准配备是 ANAPG 的81，他说这个雷达有1676个生化甲的发射接收模组，对，他说这个主控箱的雷达一直是美国的最高机密，没错。这样你看这个到底多厉害，宝杰，你知道他们也就是说，你只要发射出一次，我就侦测到你。好，那这个就是他们有所谓配备的这个 ANAPG 的这个81的这个雷达。这款雷达里面最特别的是什么？它就是说有1676个生化加的这个发射模组。什么叫生化加发射模组？宝杰，我们的手机里面也需要生化加的发射模组，就是我把讯号放大出去之后，知道它这样做，然后反射回来，我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讯息。我生化加的模组越多的时候，我的发射能力跟接收能力越强，我侦测到的能力越强。那1600多个很多吗？非常强的一个，而且这个技术我就讲，美国是绝对不会外漏给任何国家，你任何国家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美国的最高机密，它配备在这上面。所以为什么 F-35 的雷达那么的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难怪说生化甲绝对不得给中国。对，那些是国防机密的一个状况。那也因为这样，宝姐，所以难怪我们可以解释嘛，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你看俄罗斯什么苏-34啦、苏-35啦，然后图伊尔的22的战斗机，电战机啦，还有之前这个乌克兰不是用个爱国者飞弹击落了 A-50 的这个预警机？对，在想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可以击落 A-50， 爱国者飞弹击爱国者飞弹，你能够击落，到底什么意思呢？简单的嘛，那就是因为这个 F-35 已经标定目标给你看了嘛。那好 ，F-35 也难怪说前阵刚刚讲的14天的时间里面，对，俄罗斯摔了15架的飞机。是，现在机密解读是这15架的飞机，刚刚讲的包括苏-34、苏-35，包括它的 A-50 的预警机。对。都已经被 F-35 锁定了。好，那我们就讲，实际上 F-35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它的雷达非常厉害，标准雷达非常厉害的话，还有一个厉害非常厉害是它整体的这个电站系统。宝强，它的整个电站系统，它是一台飞机全部都是电站系统。它这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英国贝仪系统开发的 AN 的这个 ASQ。
239的这个电站系统，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上面全部都是它的感知器哦，它感知器是全部，它可以，它全身就这个对，全部都感知器，全部都可以，它全部都可以接收雷达的任何的波，也就是说它飞出去的时候，因为它可以飞的距离非常远嘛 ，F35A 可以飞1080公里，然后 F35B 是869，然后 F35C 是1138，它飞到，譬如说它飞到我要这个侦测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发现不到我。但是呢，你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你会可能在你们在互相攻击嘛？互相攻击的时候，你会有发射出一些雷达讯号，对，雷达讯号，它不会主动发出雷达讯号，它就是飞到那个地方去接收所有的雷达讯号。所以为什么你没办法发现它？因为它不会发射任何讯号，对，我是被动的。但是它可以接收到非常多讯号之后呢，然后你看这个它很神秘哦，它里面还加入一个叫做凝视系统。什么凝视系统？它在这个飞机里面加入一个什么东西？保全知道很有意思。我举个例子。你的飞行员在飞，因为他飞行员来说是一个透明的这个飞行舱，对，你会突然震动一下，然后他就跟你说这是什么东西来了，所以你飞行员是他会提醒你，对，你是被动知道，他哦，原来这个哦，那有东西来了，对，好，那这个东西要不要重不重要呢？重要的话我就把它发射出去，譬如说我给同样的战场上面的人员，所以他是这样子，他不是一直在看那些所谓什么很多东西，没有，他就是他感觉到了之后。然后他就有一个凝视系统，就会跟你讲，哎，起码我逮起你跨进来这个讯息啊，然后他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好，他就可以开始做任何他想要做的这个动作。而且更可怕是刚刚讲的 F35，它的整个巡视范围是360度无死角。对，而且他现在还做一个东西呢，他现在还弄一个新的版本，这个版本叫做这个联网的这个狙击的这个吊舱。他这个新版是怎样？他就是在吊挂在下面之后呢，因为嘛，其实联网功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要有能够跟互相连接嘛，哈。虽然我这个电浆有这个所谓联网夹舱之后呢，宝姐，它这个可以跟目前为止所有美军的系统完全连接在一起，甚至可以跟 F16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讲到我飞到这个敌军的这个境内，这个所谓的凝视系统通知我，哎，有这个讯息。好，我这个讯息，我再用这个电站夹舱呢把它发射出去，我可以跟 F16互相分享，可以跟地面武器分享之后，然后由你来攻击他们这些。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最强大的这个所谓的电战机？其实是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电站系统。